之前开直播的什么好多好多都没了，录像什么都没了，然后好多照片都没了，然后还有我的 QQ 啊，还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我的 QQ 跟你们聊天，我的 QQ 是自动登录嘛，因为我睡觉没有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我的 QQ 跟你们聊天啊，没有吧？有没有我的号说主动私聊什么的，有吗？没有吧？Q 也是，哎呀 ，QQ 乱碰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的微博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它。有没有人找你们聊天啊？反正有的时候吧，这些人真的不受控制。哎，我还碰什么了？还乱碰。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柜，全乱了，好像都，真是愁死了。还穿我的衣服，还到处，还穿走了，好像穿走了三个衣服。女主播都要露啊，露什么？你们可以随意一点，对吧？你们觉得我露沟，你们觉得看不顺眼，你们可以不看；你们觉得不露沟那个好一点，就看那些主播。这个人怎么样？又不是靠衣服去判断的。我们的爱像冰淇淋，吃太多会觉得腻，却有谁都不忍心看它融化在手心。我们的爱像巧克力，苦涩中带着甜蜜，包容苦涩的脾气，才有甜蜜的爱情结局。谢谢我们的化肥，谢谢两位，挺看挺开呀、啊，看什么开呀、啊？我跟你们说一句，我露沟了也是这么点人气，我没露沟也是这么点人气。我的人气一直都比较稳定，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跳动。给大家唱一首这个，记得，谢谢神木，谢谢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谢谢大家的竹子，大家都刷一下竹子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小虎哥，谢谢你的50个饭团。我有的时候跟你们谢饭团要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
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，有一天都会听的，让时间说真话。虽然我也害怕，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还记得呢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你想知道的话，我和你手牵手，说我一起走到最后。咱们就去白草谷找他吧。他信里还说给我寄了好多蜜饯果子，好吃得不得了。小叶子，怎么不见你拿出来？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竹子，谢谢。哦，神木偷吃光了。我们都累了。仙女妹妹，只要你说三声，却没办法往回走。不，两颗心都迷惑，我怎么能是最好的呢？怎么说要生气的，怎么说都没有救。那这样吧，亲爱的，你说三声小叶子第二嘛，我就把蜜饯给你，也许你也不懂，不然我通通拿去喂陈记，反正他的肚子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找分开的理由。先说船撞上了什么东西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是个鲛人。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，走了太久，终于走到分岔路的邂逅。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？继续说，不管人质的人等，怕也会睡三五天。治疗嘛，这个简单，看我的。谢谢大家的竹子。然后，大家有没有朋友说是想做我直播间的房管的？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有没有人想要做我直播间的房管呀？房管只需要五个龙虾。这是哪里啊？死就死，已经死也不会娶你。谁要嫁你？谢谢大家，我别乱说呀。我长得很像鬼吗？或者是一百个烤鱼，喂，或者是看清楚了，我们可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鬼。几个饭团来着？500块钱是几个饭团、啊？方才都有得罪，还请恩人见谅。你们竟然是人？五百个饭团，此处极少有人涉足，祖灵保佑。两千五百个饭团。别这样，对对，2500个饭团，一百个烤鱼，或者是五个龙虾，或者是一个佛跳墙，都可以给大家上房管。千万别谢我，是永久的，不会下的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言谢。不过，您究竟为何被人封在冰里？有愿意。可听说过明珠海？那个投资的。有愿意支持一下主播的，支持一下新娘的，果然见多识广，都可以。三位可知，我明珠海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海巫大人，名为怀旭。他修为深厚，法力高强，连龙王都与他交好。失望的。正因为有他在，周遭那些厉害的妖魔都不敢打明珠海的主意。可是两个月前，怀旭大人出巡之时，被一头东海来的金蛟简偷袭，虽将其当场格杀。但大人自己也受伤不轻，只好暂时闭关休养。莫非有人在此时乘虚而入？正是这样。三天前，自从极之渊来了一只大妖，一口气掳去了许多族人。他捉你们要做什么呀？这，他逼迫我们，逼
逼迫我们去。爱情是一种贵，你说啥？我没听。